就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把我们原乡的农特产品呢也带下山一起来贩售。那这次的主题就是水蜜桃，因为像纳玛现在水蜜桃在盛产哦，有时候真的要买呢还抢不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高雄市原民会呢，我自己也特别加码了，就是希望呢能够让更多人把这个水蜜桃带出去分享，觉得好吃帮我们推播一下啊。所以今天来这边来抢购的水蜜桃的呢，我自己个人在加码，每一个再给他折扣50元，那当然十盒就全部都卖光光了。2、1，我们跟主委来一张大合照，来看一下我们前方摄影镜头，主委小心哦。来，准备了，3、2、1，机会难得，也非常感谢今天主委的来到现场来跟大家说的，大家记得打卡分享。水区呢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水蜜桃一颗，那水蜜桃都是来刚才吃了我们的红第一酒台特卖会来进行选购。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家红第一家企业，1条50。喜欢吃果干的朋友，有喜欢吃果干的朋友吗？